快啊，所以挥棒的一个时间稍微早了一点。嗯，这个球捞起来打到是在左外野方向游击手后方，吼吼，来看到潘宏翔，厉害厉害 ，nice play， 这球守备范围真的很大，真的很大哦，就如同郑磊比赛开始说的，他守备范围很大，而且常常抢人家的球，这个能抢要有本钱，退到那个位置不容易，哇真的是美技，嗯，主要他的范围。没话讲，对，也是大力鼓掌。